点睇啊？旧年讲到依家啦，冇嘢讲啦，有咩讲啊？输佢哋打到塌，你行兔，你做兔仔啊？瞓咗20年啦，人哋乌龟啊、五万啊爬上嚟啊，都过你头啦。何况啲人唔系乌龟嚟噶嘛，系嘛？啲人妖怪龟系电龟嚟噶嘛，咁上嚟噶嘛？你睇人哋啲啊，头狗嘛，你睇乜乜乜啊？呢哇嗰样嘢。抌落去啊！嗱，所有機構包括個人，有一個 function 咧，有一個功能你冇嘅話咧，你一定放後嘅。呢個就咩咧？兩個英文字 R&D，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， 研究發展。香港嘅科研發 R&D 嘅嗰個 GDP 投入咩啊？好似0.45%。0.47%，我當佢係。你知唔知深圳係幾多啊？4.5%啊！大幾多倍啊？年年係咁，所以你啲科研都哇係咁嚟咯。仲要話佢背靠啲直接咧銜接住內地各省嘅各行各業嘅腹地喎，所以佢嘅科研咧唔係淨係某一樣嘢得啊，而係佢整個產業。所以大疆啊，嗰個黃基嗰個咧，阿楊景祥問過佢噶，喂，如果我俾好嘅條件，你可唔可以搬翻嚟香港啊？佢唔得喎，諗下，唔係我唔想搬翻嚟，因為嗰個喺科大畢業噶嘛，我都好啊，中意香港乜乜咁樣。但係因為我落到嚟之後，我死得啦，因為你一國兩制嘛，你嘅關稅、你嘅運輸、你嘅通訊，各樣嘢咧都有個關卡。以前嚟講咧，所謂保護香港人啊，我哋嘅生活都不變啊，依家真係不變啊，人哋過咗啦。你又成日不變，不進則退，係咪啊？落唔到嚟啊嘛，有關稅問題，有運輸問題啊嘛，有差別嘅問題啊嘛，咁你邊有競爭力啊？係嘛？所以一國兩制啊，到今時今日啊，可以話俾大家知道，已經成為香港嘅一個制約，好嚴重嘅制約。另外一個最嚴重嘅制約，唔係呢啲嘅財政上或者咧叫做資源上啊。而係佢思維上啊，大香港主義，喂，20年前你係幾威，係咪啊？今時今日，你係就同阿李尚高啲同等 level 啲人嚟夾下劍啊，過招嚟知人哋幾叻噶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跟住咧佢嗱出年就會拉大噶啦，針對已經唔望香港啦，已經遲咗香港啊，係咪？甚至話都是一家人，你有什麼要幫幫手啊，我幫你手啦，繼續。